很值得聊，然后对对对，赵哥唱饶舌也颇值得聊。哦对对，赵哥唱饶舌不值得聊，其实，因为其实他如果后面要唱 rap 的话，他应该是用对嘴的，因为他记性不好，词太多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 rap 是用对嘴的，没有。我能想象，因为他刚才看着我们的眼睛说他唱现场，真的吗？所以对你来说，如果 rap 还是对嘴，是不是太可怕？哦，我觉得蛮瞎的，其实是不可能啦，不可能有人 rap 对，因为我觉得对嘴，因为词那么多也对不到，其实。对啊，因为除非你 tempo 真的很准，可是以他的。应该不可能，赵哥。你们建议唱片公司赶快换人来录，真的，这一集千万不要录，天天我们就回家。但反正机会大家让，机会多的是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们一直弄我，我要去见你哦。女的我打不下就算了，拼了。因为你刚才前面也说你是唱现场啊。对啊，而且你对这样对胎教不好嘞。你胖胖一好像有点要唱，对啊，明明就很憋，刚刚下面就叫你不要烂。然后还有那个胖胖妈拿下来了，对，这样旗号赶快唱一唱，录一录啊，已经录了几十分钟了，够剪了，坐了坐了坐了，来唱一唱，录一录吧，可以聊一点我的事情啊，好吧？可以闹你啊，哎，他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，那个这个一个鲍罗波斯什么？我应该让人气到了，应该会出手。这么生气，等一下要不要唱现场？现场了啦！史努豹要来了耶，要去 Luxy 耶！不要乱说。不是你，如果气成这样，等一下还对准你，现在我们会怎么干？你屁事！老子爱怎么唱怎么唱，干你们三个，你们也跟你们在说，干我两个屁事！是，那你要把泡泡衣脱掉了。赵兄，那这是打歌服吗？对啊，所以等一下跟天天合唱的时候要。没关系啦，赶快入队，你们走，我们单收就好了，我们自己。我也不屑你们给我评审，你们赶快入队走。你是怕我们发现你唱？对对对。你不要那么大声说话，自己单身，关你屁事，没叫没叫，赶紧关机。好，唱完大家 happy ending， 你只要说谢谢大家就好，再卡接一个，这样就回来了，好吧？干涉我们录音，我要看你唱对嘴啊！我不要我也想看你对不对？你够安静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拿东西给我，拿不了，这个要什么东西啊？随便，这不行啊，太轻了，太轻。这个失控，你扫过来，最好给我们拿硬一点东西来。哎，我们有拍 MV 哦，我们不是只有唱主打，我们拍 MV 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主打 MV 也是我去帮他站台。会播吗？第一，我们请珍妮花好不好？那个周董的御用的，那个导演 MV 导演。MV 里面不会还谈情说爱吧？没有，我就很掉虾，就很瞎。掉虾。这话你也说出来，水军自取其辱哎！导演哥哥，掉虾哥，MV 掉虾。这你不是在里面有念 rap 吗？你为什么掉？你掉在那边掉不行啊！你讲真的，一边掉下一边念 rap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听到你对嘴那个。open 是这个。你不要故意把我的话藏在这么正常的句子。所以口白也要用对嘴的。对。很难呢。我记不住啊，我每天事情那么忙，因为我就光顾你那破节目而已。我也很累啊。赵哥，因为口白是在念东西，你怎么可能对得准？嗯，对啊，可以，因为那个旋律到的时候我自己。他当过电影有大字吗？赵哥有带你去吃过好吃的吗？哦，有推荐过很多啊。海产店吗？没有本人带你去，就跟你推荐。就是你看赵哥时间啊。你为什么不带师妹去吃东西？没有，赵哥怕我发。他要怕拍 MV 拍到忙到不行，又跟人家嘎时间，我根本也没办法。OK。对啊。你有跟他试训吗？哇！你们这实力在弄吧！听
私讯可以反穿的衣服。你要体谅，这样大家才会记得天天啊。就你做诗歌就是要付出嘛。对，你要帮他挡。推荐你看，像刚刚疯了我。好，你聊自己的事，关我屁事。在外面赚多少钱，糟蹋成这样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你容易中风哦。真的，不要吃止。不是，因为你知道一般对嘴的歌手，他只有开始两个字错过。对，天朗来说他嘴巴还没打开。对，你那边后面都很好哎，谢谢。而且他跳舞的时候你在旁边有摆动哎。对啊。可是因为你知道一般对嘴的歌手，他们就为了要假装自己是唱现场，他们会在现场出一点声音，唱出声音。对，他刚刚完全是安静哎。因为他很重视对嘴这件事，他只有口型，他没有。因为这不容易，有时候会忍不住要出一点声音。你这不是在称赞你啊？心又把揪在一起。你们刚才有夸奖我，真的是啊。我觉得你很会对，很好啊，对很准，很安静啊，完全没出声音啊。算。哎，赵哥，帅。所以以后那个只要是现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都要陪在那旁边，是不是？应该不用，几个节目上就好，其他我真没。那演唱会又怎么办？啊，这一段不列入考虑，好吧？这条歌就不唱了。真的吗？天天可以不唱吗？这是主打歌，对不对？是。哪有人主打歌不唱的？你有病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还有人会跟他唱的啊，还有别的歌啊，对不对？赵哥没关系，搞不好这条主打没中，是中别条啊，这有可能啊。哪有人诅咒自己主打没中？对嘴没关系啊，你干嘛这样小看？好，够了。